这个漂亮，那这个灰叶梨是真漂亮，我一眼都相中了。你看这体型啊，这小体的，就是价格太贵了，得，要我说这得3000块钱，一看都得过2-3千能够，看牙几岁了。这狗有几岁了？1岁多。为啥才艺啊？啊？会握手，会啥？会打小便，打小便。会打小便，那人都会打小便，我去。你让他看才艺了。这大姨的狗，还有精品了，你看。哟呵，我的天嘞，什么都不用。过来。哎呦，怪厉害嘞他。在他那边去，那边人少。对，你那边对。哎呦，这个泰迪真好。我的个天嘞。哎呦，还会跑嘞，哎。大娘。多少钱能拿走？啊，2000块钱能拿走了不？2000块钱不少了吧？8000八。啥？8000八。你开啥玩笑？你看这狗长得，你看长得品相，你看长得模样，你看。这8000八都能买一个二手五菱宏光了，我买个车开，我养它干啥？那车跟这一个三轮车多少钱？那跟车形状不一样，对吧？你代价得有10000，对吧？你吹黑了现在，哪有涨价？你之前都卖个3000、4000，行不？品相看。啥品相？那也不能那么贵啊！还会技能，还会跑。他就会一个走路，有啥技能？还会握手吗？那这站着肯定他握手啊！来握手吧。不是，这叫握手，这叫趴你手上。哎呦，他牵着手都会呗，算握手呗。他叫啥名字？豆豆。他定名叫豆豆，人家的狗都叫豆豆。他家的狗都叫豆豆。哎，你吹贵，你闹啥？你吓我一跳，知道吧？你问个谁来卖价？8000。什么8000？2800。啊。2800，我试走吧，行吗？我签了，我看给我有缘分呗。2800。我红的是难看，我自己练了他来。过来，宝贝，豆豆，过来。过来。哎，你还咋着了？站起来。哎呦，豆豆，这是公的，是吧？这是小公公啊，品相是绝对可以。他会干活呗？你看我说，我看咋给你握的？我说，这叫我说，他会拜拜呗？这个跟说人样，哎呦，穿个衣服真漂亮。大娘，你说个实在卖价，一口价，你报价说是啊。多少钱？那都多了，我真拿不忍不了，知道吧？一会儿的哈，不再花了。啊，7800。啥7800？你闹啥？你别往走了，你过来呀。你低于5000能拿不？能拿。低于5000一下能拿不？你想卖狗不？你想卖，我给你钱，咱大厂不认，我都给你弄走，行不？啊，大娘，我还买你不少狗了不？你这样吧，大娘。你3000多块钱，4000块钱，才差不多。再加3000我不给你。对呀。你3000再加3000我不给你。那你那以后都没法卖你狗了。我说师傅，那你这样的话都是一次买卖了哈。啊，大娘。那你这样的话都一次买卖了。我这狗我一个。啊。咱那一毛钱上的。我知道。再训练，人家训练一训练4个月。一训练4个月，从多少时间开始训练？从多大开始训？从多大？从8个月哟，这都一岁多了啊，一岁多。大娘，我跟你说，你也别再给你什么6000，你也不卖，你说个真正的卖价，是不？6800了。你别6800了，你再往下骂，多骂的，你二百。
那你要一万八，那你买的更厉害，是不大娘？你想卖不？你想卖，我想卖，你诚实的是不？我给你一口价，你看行不？4800。啊，你看这个狗叫人家拿走了哈，这狗真好看，行不，大娘？你把多少钱？你真诚心想要的？还用说啊？6600块钱，少一分不卖。6600，少一分不卖，这个狗真不孬。他这边还有嘞哈，来看看哈，我一会再给他摸摸去，看能不能5000左右给你弄下哈，那狗真合适，来关注一下吧，来关注一下哈。你这狗你看都拍，哎呦，我的天嘞！挺好，这个体型还小，长相还好，腿还短，颜色还好，纯亮灰色的，纯亮灰色的，哎呦，长得毛亮，品相，品相各方面都好，行，就是价格太美丽了，女儿各方面都占啊，给女儿各方面都占，你要是4000多我都买，挂了吧，哎，来关注一下啊。